大家都知道啊，好多教徒咧係唱 Hallelujah， 就係躲住啲警察咧係濫用暴力。喂，嗱，點解要揀一個宗教集會咧？我就係明白，因為當日有兩個集會嘅，一個咧就係喺赤打花園嘅，一個就喺修頓。咁修頓嗰個集會咧就行咗上去禮賓府嘅，即係話咧走去揾林鄭和先生嘅，嗱，你話幾小氣啊？林鄭和，係咪呢個831嗰日喺中環有幾十萬人遊行嘅，到咗夜晚先喺太子度打人啊嘛，係咪？喂，我哋問佢831太子發生乜嘢？點解咁多黃暴警察走咗個車站嗰度無差別打？搞到依家啱啱就廿半年啦，佢就冇嗰餅帶俾人睇嘅，就走去攞咗第二餅帶睇，就睇到阿黎智英同埋阿李卓仁同埋阿楊森。831就係太子地鐵站這個黃暴警察衝入去裏面無差別襲擊市民啊嘛，咁人哋問佢攞呢一個錄影帶攞咗半年啦，係咪？半年喎，啱啱半年喎，差唔多。咁所以佢就會處心積慮拉一啲當日和平遊行嘅人。咁但係防暴警察衝落去太子站無差別打人咧，冇噶。831啊嘛，係咪？就係嗰日咯，同一日嚟噶。今日仲係2月28號係咪啊？2月28號係台灣228事件啊！1947年啦，到而家都已經幾耐啊？而家係2020年啦，大家計去啊，幾多啊？73年啊，哥，真係識眼啊！